行一句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，幸福越南下龙湾之旅的第二天，今天刚好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，现在越南时间是12:20，我们离开了英雄岛，现在在返回整个 Princess， 我们要回到船上用一下这次的自助式的午餐。这一艘就是我们坐的Halong Princess Day Cruise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把救生衣放在船上。你们去拿东西，记得帮忙。